好久不见，辽宁的朋友们，我们是五月天，你们好吗？今天很高兴回到辽宁来看到大家，然后今天人真的非常多，我看到后面是看不到尽头的人。然后接下来这首歌，我希望如果你们会唱的话，可以跟我一起唱，我不愿让你一个人。谢谢大家。
为大家介绍吉他手石头。哇，大家晚安。刚才在来的路上是很远远的高速公路上面，过了新竹以后就看到烟火一直放一直放一直放，放到我们到这边都还没有停。烟火放的时间真的很长，对不对？但是今天五月天唱的歌会比烟火还要长。虽然我们的声音可能没有烟火大，但是我相信你们可以。让我介绍贝斯手马莎。Hello， 苗栗的朋友，大家晚安。很开心又可以再到苗栗，然后和大家一起看烟火，然后唱唱歌，然后希望今天晚上不管站在这边的哪一个角落，都可以跟五月天一起唱一起跳，然后唱到最后一首歌，也跳到最后一首歌，好不好？好，谢谢大家，为大家介绍这首怪兽。大家晚安。今天很高兴可以来到这里，然后完全人潮完全看不到底哦，没想到这里这个场地真的很适合办演唱会的，所以呢今天呢五月天呢都会唱很多歌，然后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唱，我们把它当作演唱会的预演，然后希望五月天有一天能来到这里开演唱会，好不好？好，谢谢，介绍鼓手冠佑。Hello， 大家好。今天我应该说的是，欢迎大家来到苗栗，因为我是苗栗人，所以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开心。因为今天我的所有家里面的人都在人群里面，所以。所以因为其实回到苗栗演出了有好几次，那心里都一直还蛮，每次回到苗栗都觉得很激动，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今天应该是要让所有五月天的团员们听听看苗栗的声音，一二三。所以就是要让我们知道在苗栗的所有的朋友都是非常非常的热情，所以今天要请大家用最大的声音唱到最后，好吗？好，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信。今天呢，在我们感谢大家之前，当然我们还是要感谢苗栗的大家长刘县长，还有这个非常辛苦的苗栗县政府的所有的工作伙伴们，他们牺牲假日不眠不休，就是为大家准备了这么一个非常特别的夜晚，大家给他们掌声鼓励，很小声，所以你们是不想看到五月天再一次的回到苗栗了吗？大家们掌声鼓励，谢谢你们。在我小时候的每一年的今天哦，都是切蛋糕的日子，因为我爸北投的陈丰松先生是今天生日，所以我想占用这边一点时间，我要祝我老爸生日快乐。然后，接下来这首歌，希望大家都跟我们一起大声的唱，干杯。是你的脸，心还可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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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的身边或是中医院，都是想着模样慢慢解决誓言，只是我不让他变得你永远模糊了视线。Thank you.